那座狮子勇者巧克力是吧？嗯，啊，小哥怎么样是吧？哎呀，很好。啊，主要是我看着它果不小啊。嗯，一直用那个巧克力了。哦，一直用着是吧？对，哦，用了几遍了？用了今年三遍了。三遍了，行啊，我看着你这样子比别的也好不少啊。叶子好。啊，对。这那果看着今年比去年怎么样？比去年好。好是吧？对。主要我看着这边，今年都产量的话应该不低啊。那个能过来了？我那个今年干衣服的那里他过来了，哦，掺过别的肥料吗？没有。哦，一直用巧克力。对，行，咱这忠实客户，行啊，我回头去弄弄，看叶片比别的厚啊。你好。嗯，行，到时候咱什么后边还得冲几遍？再有两面吧，得有两面。几面都差不多了。哦，主要看看我感觉你这个柿子快上色了。快到成熟期了吧？啊，马上。跟他们一样的话，还得多长时间？你这西红柿啊，正常的话，这现在的小西红柿这什么时候？就是摘的话，摘的话也就是现在的是都是4天左右吧。他们那个得多长时间你摘的话？他们那啊，俺西都这什么价格了？他们那还摘还早啊？他那个都割了以后就摘的。哦，重新栽的。嗯，没打多，有一点没植株。哦，那看来咱这肥料还是也行啊哈，就是对，最起码是对这个疫病什么的，能看出来的。看出来是吧？其实就是讲，壳子装的肯定是这个效果好，对吧？对。看到你这棚里，整个这一片都很整齐啊，哎。基本上差不多。基本上差不多是吧？对。啊，主要就是什么事？咱用了这几亩地啊？那一亩半地。一亩半地啊？嗯、用了几袋呢？用了一共现在4袋了吧？4袋。嗯。哦，每次冲一袋。对。那没产别的。没有。那没产别的，这按照价格或那个什么的话，应该也不错呢。是吧？对，其实这一块主要是用了效果好的，给他宣传宣传。对，不用说了。啊，就是，主要还是看看咱这个，柿子，看这叶片儿，你看哈，这杆子也粗啊，比别的，是吧？行，以后反正怎么说，这有你这边有需要的，或者是小果哈，你跟他们说说就行，对，好吧？主要还是怎么样的？那看棚里，你下一步种啥呢？下一步还是想我栽个像，那栽西湖。西湖的话，还得用选择什么肥料呢？嗯，下一步再说，还是巧克力呗。还是巧克力啊。有点地行行行，到时候咱那个公司呢，肯定会有更好的产品，好吧？看你这壳子确实不孬。嗯，好嘞，老板，好，谢谢你哈。哎，没事，好好好。